今天是开学日，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，包括双北市跟桃园，还有宜花东地区还可能突破36度高温。不过明天开始，太平洋高压暂时东退了，高压势力比较薄弱，因此午后雷阵雨就会变得比较明显。而这样闷热的天气，何时才可以等到秋凉呢？根据民间气象专家的分析，第一波东北季风预计会落在9月中旬，但持续的时间比较短，强度也比较弱。九月温度偏暖的机会还是比较高。热闹的开学日，台北市艳阳高照，气象局针对新北、桃园和宜花东等6县市发布高温黄灯警示，可能突破36度。但从2号开始，太平洋高压短暂东退，高压的势力相对较弱，午后雷阵雨会变得比较明显，降雨时间拉长，雨势也会增强，更容易有打雷闪电，主要有午后热对流的区域，仍在山区及临近的平地。高压势力稍微弱一点点的时候，午后热对流的发展就会稍微明显一点，那可能接下来这几天一直到周末的这段时间，可能午后雷雨的发生就会稍微多一些些。这样闷热的天气何时能等到秋凉呢？根据民间气象专家分析，大陆北方进入九月起陆续会有锋面冷高压活动，不过在10月之前，北方系统势力范围不易伸展到长江以南，虽然偶尔有东北季风南下影响台湾，第一波东北季风预估会落在9月，但是持续时间短强度弱，九月温度偏暖的机会还是比较高。目前看起来可能中秋节或中秋节后会有一点点这样的机会哦，但是整体的变化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哦，顶多可能就是白天的高温也许就是有机会会降到可能不到30度，那夜晚清晨的这个低温可能大概降到20、23度这样子，感受到有一点点凉意了哦，但是跟那种很舒服的那种秋高气爽的那个天气可能还有一段差距。以目前天气状态来看，全台温度还是偏高，各地紫外线指数又容易达到危险或是过量等级，民众出门记得要做好防晒。记者徐杰、李和荣台北采访报道。